咱板桥家的诸位道亲，大家午安哈。那今天师父要上的课程是延续啊，师父之前在板桥啊，这个屏东、台南以及啊，我们在彰化的这个一些课程的延续。师父之前在板桥开始上的，就是讲人修行为什么要求道啊，还有求道的意义是什么。后来在屏东又有讲到这个求道的法门跟净土啊，就是人间一共的离天一莲花的这个系列。那么上一课我们讲的是龙华三会，人间一道场啊，这个龙华三会一莲花。那么今天咱要来讲的课程是要延续这个课程，因为这个课程啊，之前在台屏东跟台南跟彰化在上的时候，引起很大的这种回响，甚至于呢，大家就更了解啊，为什么我们修行一定要皈依求道，或者说我们以前已经在别的地方已经皈依了，为什么还要再皈依？啊，今天有些人如果不太清楚，也可以去重复看师父礼拜六在屏东，或者礼拜天在台南的那个课程，或者礼拜四在彰化，上个礼拜四在彰化的这三堂课程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如果你们今天在现场，也可以仔细听。好，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弥勒净土天命真，人间一公堂，就是人间一公堂，离天一莲花，一莲花一世界的这个净土世界。各位道亲，真侪人嘛时常问师父讲，师父，为什么修行爱皈依？修行一定爱皈依才会当修行吗？当然，这个很多人心中有疑惑。好，甚至有些人是，师父，我以前也在一贯道我求过道了，我也在佛教曾经皈依过了。或者同样是在我们这种道教，我们以前在别的这种道场也有皈依过了，那么来圣莲宫一定要重新皈依吗？这个就是很多人心中的疑惑。那经过师父在彰化道场跟屏东道场、台南道场解说以后，大家就更清楚，原来就算你皈依了很多宗教，其实后来你如果在一个你可以认同甚至可以在那边好好修行的一个地方，那你真的还真的必须要再皈依。那这个为什么呢？那么师父就今天也稍微叙说一下给各位能够更清楚。母娘曾经在不管在任何一个一贯道也好，或是在我们这个龙华会也好，很多仙佛都是常常来开一句文，叫做人间一公堂，离天一莲花，人间一公堂，离天一莲花。这句话书解释好，大家更加清楚。那么书用佛教的一些系统，比较大系统的来解释，可能各位就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懂。比如说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创教的，对不对？那应该只要我在佛教系统里面有皈依了，那么应该我是去任何佛教的道场应该都不必再皈依，这样子才对，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各位没有注意到，你今天如果是在禅宗修行，比如说我们讲的佛光山这跟这个中台禅寺、千罗山菩提寺，这个是我师父比较能认识的道场。那当然我们这边临济禅宗的佛寺还很多，他们为什么同样是佛光山，他也是临济禅宗第48代的传人，维解老和尚也是临济禅宗48代的传人，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佛光山皈依，或者是在中台禅寺皈依？好，你今天在佛光山皈依，你去中台禅寺要不要重新皈依？
为什么要？因为他们不是都是佛教吗？甚至他们都同时临济禅宗，对不对？如果讲法门，他们都是弥勒净土，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就再讲一下佛教。你今天去修弥勒净土、临济禅宗，然后你再去净土是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你去那边皈依，因为它是不同净土，对不对？一个是法藏比丘所成就的净土，一个是弥勒净土，弥勒佛所成就的净土，对不对？那这样子，当然你重新皈依是正常。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同一尊佛的世界，是不是？不同一尊佛的世界，所以去那边重新皈依是正常的。那么今天师父就要问各位，佛光山跟中台禅寺。千罗山菩提寺都是弥勒净土，为什么还要重新皈依？法号应该是不是问题？为什么要重新皈依？啊，都是弥勒净土，怎么会法门不同？而且他们都是临济禅宗，应该法门就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临济系统的。师傅不同也可以啊，也可以不用皈依啊，为什么要？所以各位，你看，所以这个我不讲，真的你们还是真的不清楚。好，大家肃静，师傅讲就好，你不要讲啊，要讲就等一下换你们上来讲。好，师傅就给你们讲，为什么要重新皈依？就是说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曾经讲，末法众生求道，末法众生要修成正道，必须要寻找名师一门深入。比如说，佛光山是谁创立的？星云法师。中台禅师是谁创立的？维杰老和尚。千罗山菩提寺是白隐老和尚创立的。那么，这也可以这么讲。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他是有待天命来人间的，他建立了一个佛光山道场。因为星云法师有天命，所以他在弥勒净土里面就有佛光山这个佛寺的庙在，知道吗？在弥勒净土的世界，中台禅寺他也是有天命的，所以他在弥勒净土也有中台禅寺这朵莲花在。弥勒净土世界，千罗山菩提寺也是会有这个千罗山菩提寺这个庙堂的啊，这个莲花在弥勒净土世界。然后各位就那么这个就讲到一个重点，如果你今天在佛光山修行，当然你就是跟随星云法师在修行嘛，对不对？那相对你就成是你是成就你就成他的天命。在修行嘛，对不对？那你以后要去的地方就是佛光山嘛。虽然同样是进入了弥勒净土，但是弥勒净土也有很多莲花世界啊，比如说有道教的莲花世界，有儒教的莲花世界，也有五教圣贤的莲花世界。同样是佛教，也有不同道场的莲花世界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今天是佛光山，你能说我到啊弥勒净土的时候，我跑到圣莲宫来吗？不可能，这样了解吗？哈，因为我们都是一门深入才能成就，一门深入才能成就。好，那你今天在中台禅寺也是一样，对不对？你以后你如果无常来的，生死无常的来那一天，你如果是在中台禅寺修行，你就是要回归中台禅寺的莲花世界。如果你是在佛光山修行，那你必须要去怎么样？佛光山的莲花世界，对不对？这个跟一贯道讲的有没有一样？是一样。一贯道讲的怎么样？一贯道的对路中的成立一个莲花世界以外的时，中天人嘛成为一个莲花世界。但是对孙思邈了后，就成十八支莲花世界，因为一贯道有十八支线，每一支线拢有一个老前人来主持这支线。这支线在这个礼天内底拢有一个莲花世界，
无论普攻的也好，还是行的也好，对不对？拢有是这个莲花世界，这样可以了解嘛？所以你讲一贯道，为什么因国际线？有当时啊，伫咧传道时，拢会讲伊的天命才是真的。即使有某一个缘由是来自于人间一佛堂，怎么样？礼天一莲花，是这个道理。所以每一个传道的前人天命，这些创教者，当然都是希望他的信徒都可以到他的莲花世界。这样理解了吧？听到这里，各位就清楚了。一贯道也是弥勒净土，佛光山佛教也是弥勒净土，我们龙华会的道统也是，也就是弥勒净土，对不对？那各位，你们今天在圣灵宫修行，你们有一天往生了，你们要去哪里？是要去佛光山的弥勒净土，还是要去？当然就是去圣灵宫的弥勒净土，对不对？好，那圣灵宫又有五家道场，这就跟一贯道十八支线就有一点一样。就有一点一样，对不对？就有一点一样。今天你们在板桥皈依，你们就是要进入了板桥道场的莲花世界。在龙华会弥勒净土里面，有一朵大莲花，是师父的自性莲花世界。师父如果开方五方有成功的话，在师父的大莲花世界下面也有五朵小莲花世界。我们讲是小莲花，其实它那个世界是很大的。这五朵小莲花就是师父开方五方成功的莲花世界，对不对？所以你们在各道场里面皈依、标门挂号，就是怎么样标明到这个莲花世界，这就是叫做一贯道讲标明挂号。你若标明咧报功啊，就是咧报功啊；标明咧行个，就是咧行个。这个会了解哦。所以你看报功跟行个，人家讲你来这定皈依，其实这个意思。所以较早师常常讲这，你嘛想无，对吧？但是师嘛讲，为什么要定规？那时候因为因缘还没到，所以也不是想去破这个天机。但是即马师甲恁讲，只是这如果若要甲讲较深的，事实上是正常。但是呢，因为每一个宗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没有把事实讲出来，只是用斗争的方式，说你去那边没有天命，我这边才有天命。就是用这种方式，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公开讲的。你今日行业嘛有天命，第一波光嘛有天命，啊，就看你行对这条线，你开一下。但是这因为一贯道伊的道统，其实都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区分。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人的关系，会比较向往。那像我们这个道教就不一样，道教就有一点跟一贯道不一样。每一个道场里面都有不同的专业领域，对不对？有没有像我们这个圣灵宫可以做普渡三朝？就是普，这都不是外口的武功，主政什么代天命啊，遐做会到的。因为因搞不好连天命都无，这不是一个当机用这个概念，对吧？所以一贯道在讲，咱标明挂号时，那退转了时会向读明，这有事实无？这是有事实咯，这是有事实咯。为什么有属性？你看咱家过去有一个叫家清师姐，可能咱家久了较知吼。你看伊离开圣灵宫两年了，是迄个癌症阁压断，阁来遮互咱定处理的时阵，伊竟然无呢。咱家无甲拄名啊，咱家无甲拄名，因为那个师姐的人品不错，所以我们是为了看她看的人品不错，我们一直认为她应该是有事情才没有来哦。啊，她后来的确是有事情，她是。因为他儿子叫他去那个加拿大养病哈，因为他那时候是肝癌被我们处理好了，哦，不希望在台湾去养病，两年没有回来。后来他肝癌又发作的时候，来我们这边又重新问的时候，母娘代驾跟他说：“你的法号被出名，所以你的冤亲债主又回来，要拨了五杯啊！”他那吓一跳，对不对？拨了真的五杯呢，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被除名了？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被除名？那各位，啊，像我们圣灵宫这个在做三草普渡的，各位要更注意啊！为什么要更注意啊？
你看你们有多少人来皈依的当下，是有来度你的冤亲债主、你的祖先，或者一些英灵，或者你的同胞姐妹，种种灵界的地草的诸灵去哪里？去天佛院。天佛院是弥勒净土嘛，对不对？请问他去弥勒净土是去佛光山的弥勒净土吗？当然，你在青莲宫处理，就是去青莲宫的莲花世界嘛，对不对？啊，你如果退转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你那些冤亲债主会不会找不到人？会不会找不到人？或者拿不到功果？对不对？这样子他就会一样在天佛院被除名。那被除名，他就是会回来。如果你还没有往生，他就是会来重新找你，对不对？会重新来找你，那除非你找了一个更好的道场，啊，去找你的时候，他去那边重新皈依，那 OK，那也不一定说不好。如果你可以找一个好的道场，其实他也会重新皈依，就是 OK 的。你看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其实以前在别的地方皈依，以后那个灵来我们这边也可以重新皈依。既然我们这边可以重新皈依，别的道场可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那就要看他有没有天命。看他有没有天命。那如果他有天命，当然是可以。怕的是，你是在一个有天命的道场走向一个怎么样？一个没有净土的道场。我们也不要去讲天命不天命，讲到一个没有净土的道场，对不对？那这样子你可能就更惨。为什么？那这样子你的因果就没完没了。而另外一种方式呢，你的修行就堕落了。你本来在一个可以解脱生死、是一个有净土、有法统的道场修行，你可能为了你自己的迷失而走向了一个错误的修行道路上去。除了你把自己的灵魂给害死了以外，你也害死你的九贤七祖跟你的一些冤亲债主，跟你一起。他本来很高兴看你在修行，他因为你这种因缘得度了。啊，因为你的心不坚定而怎么样，他也跟你怎么样掉下来，对不对？那这样子，他们会不会有怨？如果是冤亲债主，那个怨会更深呢、哦。你不是当初答应我你要好好的修，我才放过你的，那你现在怎么不认真？啊，圣灵公也不是做得不好。对不对？也没有在骗人，也没有在骗财，也没有在骗色，对不对？只是管理比较严而已，对不对？啊，你被人家骂两声就不去了，对不对？那道场能不管理吗？那个往往领道场能不管理吗？以前你们在别的道场，你觉得道场要不要管理？啊，妙心，你觉得要不要管理？你们以前那个皈依要12万的，对不对？你觉得要不要管理？为什么要管理？人多，要归你看我给你管这严都还够有代志啊，我若无管呢？啊，你看我管这严都还够家人在家有爸母啊，啊若无管呢？无管，那边就乱你啊，对不对？那边就乱你啊，啊乱你，你觉得这个有天命的道场这样子是？是不是太可惜了？对，就是你们讲的啊，做师傅不是要慈悲吗？师傅不慈悲的话，你看我师傅的慈悲不是在管理上慈悲，师傅的慈悲是在办事的时候对惠顾、富贵、贫贱、平等这个才叫慈悲。那管理师傅不能慈悲，因为慈悲呢，我是师傅在管理上如果慈悲的话，那叫做没有智慧，因为你把辛辛苦苦建立一个道场，跟这么好的一个天命道场。毁在你的思想，对不对？毁在你没有智慧。哪一个对？二三哪一个对？师父怎么样对？道中一定要有规矩，对不对？所以各位，师父有没有在赚钱？没有。就算你没有布施，也是道场。师傅也是领薪水而已，对不对？那师傅今天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你看现在释迦道场人这么多，也是师傅努力跟大家一起努力来的，跟我们现在所有道场的干部一起努力来的。
大家这么努力所成就的一些成果，都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来破坏了整个道场能够继续发展，甚至能够永续发展的一个前进的动力，对不对？那这个道场人多，难免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那道场只有把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竞争舞台，然后呢，也建立了一个怎么公平公正的管理怎么制度。我们的制度有没有针对性哪一个人？你看师父最近改革的，通通是跟随师父15年以上的旧道亲，对不对？难道他们跟师父没有交情吗？有没有交情？没有交情就不会跟师父那么久了。师父开荒了到现在四家道场，难道他们都没有花到钱？就是足，不是足有钱的，几百块、几千块嘛，我拢开有掉了，是不是？为什么师父要改革？为什么？因为他们跟不上这个脚步，对不对？因为圣灵公的质量越来越高，他们的思想思维根本没有办法去统一大众。那师父看的是什么？是圣灵公的未来，不是你个人的什么感觉。师父看的是圣灵公的未来，我为了圣灵公的未来，所以我在培养人才，我不是看你个人的感觉。如果师父看了你个人的感觉，可能会让圣灵公停顿，甚至于毁灭在你的手上，对不对？那这样子师父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对。如果师父是顾人情的，那对不对？不对。那顾人情道就不用办了，他办嘛，恁这几个啊，对吧？是不是？大家生那者，师父啊，我巴肚枵，都够你吃。师父啊，我若巴肚饱，我无想要吃。安尼咁好，好啊，冇，安尼有样看样，大家拢安尼啊。安尼，这个姜诶，到底好啊歹？无，是不是啊？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干部给我辞掉，对哦。啊，下个礼拜那个公司我想做，你觉得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你这样子，我如果我准你的话，你会傲慢，为什么？你会觉得师父辛苦病了，没人你看也是要我做，你会傲慢。另外一种，道场的制度没有一个怎么样方向，人才培训没有方向，才会有这种现象。现在圣灵公人才济济，你不做，很多人想做，对不对？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在那边卡关，是不是？那如果这个天蓬挂圣号是有的，那你不想做这个位置，还很多人想做呢。你无形的抢工过，这恁知影吼？无形都会抢的人，哪可能未抢？是不是啊？你看无形的都会抢广告无？会啊未？人无形都在抢广告啊，是安怎无人会未去抢广告？您若未抢广告，您拢做仙啊，是不是啊？所以书常讲，你唔做，做侪人要做。各位相信这句话无？你看圣灵公，即届伫咧调整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就发现这个问题。你不做，很多人想做，对不对？还真的，你不做，很多人想做。你看咱的圣母人员流来流去，是？你看人上天，你看咱要去中华，是人如果安吹回来？现在去冲了嘛，还找两三个在那里，也很优秀。你看我们帮助还补庙母来，还补庙妹来，还一个现在叫什么？妙善。妙善。你看还补到这个，还现在那个庙什么？那个庙庙红。庙红。但因为之前是结婚啦，结婚当然就是要帮人家升职，对不对？所以现在小孩子可能比较稳定了，你看人家也开始会来精进，人才济济，对不对？人才济济。那各位，这个弥勒净土，我们圣灵宫这个弥勒净土，在圣灵宫办到这么久以来，
已经是验证他的三朝普渡的天命是真的，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对不对啊？对。既然这个天命是经，那我们在龙华会弥勒净土里面，我们圣莲宫这边这朵莲花存不存在？在，一定存在。师父这边再讲一个更让你们听得懂，如果不存在，那我可以跟你讲，三朝普渡绝对办不动的。尤其你们在看办灵界这一块是办不动的，对不对？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办得动？就是因为师尊师老婆娘常常说我是弥勒祖师的分灵的化身，所以我跟星云法师讲讲，多率沙婆去来不坏金刚座。这句话意思就是星云法师嘛，主张伊是弥勒祖师来世间的。要注意这句话，是不是？你看伊来这世间，伊为了创造佛光山世界。你看书，如果不是我佛在的世间，你认为书一个国中毕业不捌字的，有法度创造圣人宫这个世界？你看我的手底即马做侪拢博士、硕士、大学生以上，伫咧做咱的圣母人员。你看，还阁无一定有在像书安尼创造圣人宫，是不是？这是不是天命爱真？爱真那边？所以今日入咱圣莲宫求道的时阵，恁已经入到圣莲宫在龙华圣会这个净土世界这类莲花内底。如果你若家己去啊，行啊，渡运去，你若阁找袂到一个真正有莲花世界的宫堂去行的时阵，安尼你就第一个可惜就是，你对一个有净土、有法门的一个宫地，对到一个底下甲人底下咧加棍的道场，甚至是底下咧作业的道场。上惊是，如果你若有祖先、远亲、祭祖、英灵、同胞姊妹，本来去土地遐，啊，若阁摔倒落来，是毋是就足可惜？各位，恁要注意哦。古早人，你捌听一句话“死人戆”无？捌听无？什么叫死人戆？你敢知影意思？就是迄死人得，意思就是迄死人得啦。你若甲骗一届了，你要阁甲讲，我要阁收，伊相信袂？我跟你讲，伊真正唔相信，所以阿伯你要搁甲处理，作歹处理。你爱相信师父这句，所以你看有啥迄位人那修迄灵那歹处理，就是因为你伫遐翻翻倒倒，你的灵界那修那歹处理，你了解吗？但是最后受伤的什么人？你兼你一个无来，我圣莲宫未倒啦，是不是啊？但是你店面就倒啊，你相信我这句话吗？相信。是不是？你就可以无用来吵你，难免就出代志啊。但是师父兼你一个人无来，我袂倒，因恁做了有正，后壁一直几百人做做，是不是？但是上课是甚物人？敢会你暗时困袂去，我困袂去，我足好困的，因为我无甲恁趁钱啊，是不是？你若来到遮，我认真甲你做，若唔认真听，等于艰苦你的艰苦，我拢定安尼讲。我这公开直播，我嘛唔惊人甲我批评，为甚物？因为我讲的是实话。来到圣莲宫，我无论无分好业善，咧甲因处理，我算足慈悲的啊。但是你今仔家己唔知通好行，你家己骄傲傲慢，你会受这个业，这是你个人的业，这是你个人的业，是不是啊？一个遐尼好的道场，阿慢慢啊，无造成你的经济能，这个经济压力，种种拢总无的这个道场，你阁唔敢好好修，你阁有问题，正去歹修，你阁未晓好好修，这唔是你的业，阿无是啥？是不是啊？如果师父讲这一宫堂一莲花这个世界，这是真实的哦。一个正好的道场，会当来遮，互恁行到，会当达到这个三朝普渡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因缘，在咱圣莲宫，而且历历的这个展现出来，甚至于呢，互恁亲眼所见，是不是？这个道场你阁相信袂落？我师父听甲你讲，你修到对了，安尼尔，因为安怎？因为你去别个道场，无一定我著看到像咱安尼，这呢殊胜的因缘，直接拢显咧互恁看。古也免烧金纸，免烧莲花，是毋是啊？对吧？啊，这个道场，你看迄天我咧中华道场讲，有个师姐啊，师娘师姐咧开工，足自卑嘛，足济，会甲你讲，师姐啊，我拢袂甲你趁钱，你遮艰苦，袂甲你趁钱啦。哦，啊，你就做你来，啊，我金纸派咧，咱我一个。
咱中华一个新律师兄，伊较早咧把经中行过，伊讲师傅你讲即我拄啊拄着，迄一个师姐真正足好个。伊讲伊嘛无量趁钱，煞个拍咧，但是安怎伊怎去叫金砖发财啊，才叫半代啦。啊，你去甲讲伊讲，迄毋是我甲伊趁，迄金砖店趁，也甲我无关系。金砖发财半代，准讲无三万，嘛一两万，对无？哎呀面，哎呀面啊！啊，新人讲对无？免。啊，新人讲唔免，有效啊无效？有效。唔免爱有效较重要。啊，那唔免你讲输你一岁，唔免有乜问题都无效。啊，有效无？有。啊，有那么惊啥？惊啥？新人讲啊。这骨较无智慧嘛，知影惊啥？啊，你那个男仔都唔捌的话，你输是讲你迄都唔是无智慧啊，对吧？迄就是佛祖讲讲做愚痴，愚痴真正意思叫什么？不是哦，愚痴真正意思叫做迷哦，要注意哦。佛祖咧讲这个愚痴真正意思就叫做迷哦。各位道亲，你看顶一日咱圣人讲底下扑来扑去，大部分真正心中是有迷的人。什么叫做迷？有所追求，有所追求，追求什么？伊要爱世界，追求神通的世界。追求一寡贪嗔痴的世界，是不是？啊，这种众生拢该注定爱落在这个业海中，底下咧轮回，注定，因为你跳未出这个迷海，跳未出这个迷海，你就继续在迷中啊啦，迷失啊。啊，当然迷失就是堕落啊，无可能是啊啦上升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咱要注意啊，面，要注意啊，面。圣人讲是真侪人见证到这个事实啊！你看咱这个台南道场诸位，迄当时师咧改革的时阵，其实本来嘛无想要甲换掉，因为伊看伊就真高义，哦，你知？啊，伊过去拢一寡三世因过来有事处理才较好个。结果伊家己，我咧开会时，我讲恁今仔干部要做的人请，也就我拢当场甲恁准。结果伊怎甲我举起，我当场准的，迄暗顿去袂困呢，袂困呢。来找我讲三解，我坚持无要做。我讲你来道场领了领小外，互你做，但是主要要甲你负责，无可能，因为我道场还有规矩，是毋是？迄暝尔就谁来啊？来尾啊，原来受苦一阵时，再去问师母，然后再甲讲，甲伊个灵讲好。伫这道场要有规矩啦，袂使无规矩啊。所以伊辞职了，我袂使甲复职啦。但是你灵个世界，只要这地主无离开圣人宫，我会当甲你你灵个世界，我甲你复职。上最敢来做个安尼，但是人个部分道场要有规矩，啊，伊个灵则因杯答应放伊煞，啊，有恐怖啊无啊？恐怖。有恐怖还无啊？所以各位道亲，咱圣人讲有咧办这三座圣寺，这莲花世界，这是比一贯道、比佛教搁较殊胜的所在，这咱要注意啊！因为你身躯攀岩，不是你一个人尔，是看会到救援七祖，甲看会到安心祭祖啊，是伫遮处理恁拢真心有感受到的物件，是不是？实在较早来拢袂困的吼。现在在这里，是不是？啊，这个小心要不要？妙顺师姐，你看她之前来嘛，这样现在继续稳定的，对吧？今天我们如果这些灵界没法改归，你看这些人有法稳定吗？有法稳定了吗？有法。还有您孙子那里？没有，这个先帝，你看现在呢？现在很多个。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把这灵改改处理去，你看有可能吗？这净土这么真，这净土这么真，所以我们这个莲花世界有真吗？你们在龙华圣会书这个莲花世界下面的这个邦桥这个莲花世界，你看你们在这广告坐有条，你看你就平平顺顺，是不是？啊，你若伫遐反反复复的人，你甲注意看，伫咱遮咧修道呐，反反复复的，你甲注意看，拢袂稳定。
啊，毋是咱含慢，是安怎？因为你看人别人稳定诶人拢真好。你甲恁遮道亲有当时，你去啊看即个人客呐，定定伫遐咧问事诶时，你甲注意看，即个人客来遮，即个甚至有规个信徒来，你听甲注意看，初一十五才有看到，甚至是有代志才有看到。恁听甲注意看有影，看师傅讲有影无影？啊，迄买太会好，迄你拢来领钱诶，就亲像师傅讲，迄你拢来领钱诶尔。是不是啊？你不是来欠钱的，咱来这做功德是来欠钱啊！你来这拢叫人咧该做领了，拢咧问事呢，迄是咧欠钱还是借钱？借钱袂太好啊！你皈依的时候，母娘给你寄一万钞伫遐，你用领完了，即摆拢过来咧贷款呢，是不是啊？对吧？袂太好，这个观念咱嘛爱有无？爱有阿免。所以咱为什么要来道场行功立德？为什么？因为咱这类人类世界，你有真济，你无行家己啊，等你赚钱而已。我讲安尼听有无？等恁赚钱而已啊，对吧？啊，你若无赚而已咧，伊变来坐一条啊？安尼听有无？等恁做功果而已啊。因为他这个灵世界没有在在圣人宫直接做义工，只有在顾你的肉体，是不是啊？啊，所以他有在等你的功果吗？所以我们在做是只一个人的功果而已，成就一个人的功果而已，还是在在修在在成就你看不到世界的一些无形的功果？各位，尤其我们这个办三座圣事的师父天跟你说，一贯道，你看无咧，无法度办地主，伊就甲恁讲，恁几亿尔祖先、万亲、祭祖拢得到啊，地甲抽顶啊，恁看会到无？看会袂到，若看会到，一贯道就袂遐济人来圣人宫互我处理，搁兼皈依啊。包括台南、屏东嘛，足济一贯道的点传师、讲师，甚至道亲搁较济，是毋是？最近咱嘛处理足侪佛教诶一寡在家技术，去咱来任何一个道场伫咧处理，嘛愈来愈侪。这莲华圣会这个盘开始安怎？灵界大清算啊！等灵界咧清算诶时阵，足侪是一贯道佛教无法度办，是毋是？安尼要安怎？所以咱即支线未来伫即个娑婆世界，会愈来愈侪人需要即个道。需要咱这种道场，为什么？因为一贯道无在处理，佛教嘛无在处理。你看星云法师遐尼出名，小起来阁有舍利子。你看伊足济信徒在家事，在家技术，即摆拢咧屏东、台南、彰化互我处理。纯粹伊个在伊即个剃头的即个出家从三个去从台南道场互我处理，剃头的出家师傅啊。安尼有严重无？有严重啊无？所以咱今仔日来圣灵宫，这个天命有真正好了办噶呢？真好了办噶呢？师教咧甲你讲，师的神通偌厉害？无，无啊！咱有在办噶呢？师未去甲你讲我的神通偌厉害，是毋是啊？师拢甲你讲咱的净土偌好，天命有真无？安尼较要紧。是不是啊？你看，迄天我咧彰化处理一个师姐啊，57岁，人讲叫伊爱代天命办事。迄阵伊讲，伊无用。哦，57岁时，人家讲伊时间还袂够。哦，啊，今年迄阵去，伊咧讲是讲伊较早。啊，伊刚去问我，迄阵是六，迄天顶礼拜诶代志，67岁。伊问某娘讲，啊，我即摆敢通做？无论讲你进67岁，我若叫一个同情啊，两个话你处理，你就稳落啊。你听我听无？无论讲我叫两个同情哦，你处理，你就稳落。你讲伊昨下问讲，你看你有适合做？伊讲安尼无适合做。伊讲你少年的时阵唔做，进十老才来咧讲要做。伊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啊，你就好啊，对人修就好啊。伊讲要安怎修？伊讲你找你教的所在修，伊讲要来圣人宫修可以，讲会，但是要修我的规矩，是不是？无修规矩我都无爱。我娘在家家讲咧，讲无修规矩伊无爱，因为拢知影迄种老油条啦，你知道？是不是啊？
对不？结果呢，伊我甲处理时，目睭瞪大蕊的时，拢堪费死啦！看，跟那美食店伫咧看电影，迄种魔鬼，迄种眼睛，恁知影无？我办事完的时，我怎摕直播看，家己看者，惊者，怎流性汗，是毋是啊？那师傅拜托个，甲处理，嗯，来。即摆去个讲个拢立正站好，我来讲啥拢是是是是。啊无头一撮经，我师傅，我个菩萨拢会甲我讲呢，讲我叫我去做啥，我讲你做，安尼他就过来找我。你个菩萨遐厉害，你就过来找我，是毋是？伊讲我都感觉人怪怪哦，我怪怪就是鬼啦，无像菩萨啦，爱说伊啊。啊，叫我话处理，我讲你这是你一条同胞姊妹，伊讲。阮过去拢甲我讲菩萨，八拜嘞，八拜，伊怎惊一个？啊，起来是目睭搁瞪红银的，伊怎惊着？讲原来真正毋是菩萨啦，是毋是啊？所以吼，恁这啊，自称讲什么神呢？常常咧甲你牵久落来，你爱说伊啊？那正神绝对袂安尼甲你牵啦。常常咧甲你叫你惊当往西迄种，你拢爱说伊，拢要牵伊去死，迄无影咧道理啊！你爱相信啊？伊个你已经找着一个好个道场，我甲你牵落去，你爱说伊，是毋是？迄就是要害你对咯，因为你遮好啊收，伊无法度甲你讨报啊。伊讲较早妙莲在圣莲宫办事，迄条无行，人讲你安尼办拢共骗呢。妙莲讲，我圣莲宫无共骗，也无共收钱，是你共骗啥？伊讲你安拢共办唔对呀。伊讲人个信徒来拢讲有效，哪有可能唔对？哦，迄无在妙莲太坚定呢，是毋是啊？对。后来伊要去屏东的时阵，迄条现出来，讲我就是要骗你自开圣人宫，我正好都掠恁全家死的人，命人听者，开尾才认为，伊讲好个，再我信心坚定。这彭玉春听个作证啊，拄仔伊讲拄仔彭玉春两个包，我看来要转来去用救倒去嘛，拜三个款啊，对吧？迄条无用，你涂骹哀叫讲我，谁在压我？谁在压我？彭玉春没有人压你啊，叫咱的四大天王该啊该辞掉的。啊，真正无人咧甲饲啊！啊，伊遐饲咧涂骹爬袂起，刚刚一直讲谁在压我，谁在压我，彭玉春讲没有人在压你。啊，你看咱这市民有偏爱无？伊讲我哪会现出来？我讲因为庙人即摆法官要接屏东主持，功德有够，所以你避袂掉啊！伊讲我避甲足舒适的呢，安尼，对吧？啊！伊讲感情了天如意，我特生一般底下跟我请相度，尾我请十殿阎罗来，甲收起黄灵收起了，才开始落呢。我咧请十殿阎罗来时，妙莲我看到一个乌面的，对咱的圣人宫也行入来，真正甲伊支支啊给他走。哦，这彭玉春嘛，等于做证。后来的时，迄条灵罗好好甲我讲话，讲伊就甲我问讲感情了天如意，我讲我请神师叫你去你看。后来要叫妙莲目睭开开，伊讲伊即头壳顶间有一股气走出来。经过差不多一分外钟倒转来，我问讲有天龙未？伊讲有，啊，不过我做唔甘愿呢。我然后甲讲，既然有天龙，你唔去做神，你要阁做鬼？就算这时候你套着，你甘愿做鬼，你敢唔考虑？尾啊，伊才答应。各位道亲，你看咱今日若无净土，要甲这无形讲条件，你甲呛讲敢真正有天龙，叫咱的神来带去你看呢？看有偌，才要答应要甲咱讲呢？啊，你啊看这净土有真啊无？妙莲就是因为这个经验，所以伊咧办到信心十足啊。知影圣人讲这个净土是真的，是不是？因为在伊身躯上发生的。伊在马龙公园里三老庙啊，对吧？在马龙公园做厉害啊，对吧？我甲妙莲骗讲，你后摆若出去，我也开一间宫比圣人宫较大间，互你办。是不是？迄种好个仔命人，心头拢真坚定，是不是啊？各位有缘啊，唔知是不是叫牵出嚟？会啊未？啊，结果现出是鬼啊！啊，你鬼若要办比圣人宫较大经，你要看有可能啊无？有啊无？难啊！我袂爱骗，难啊！各位道亲，你看圣人宫今仔会旺，你若去过外口灵山道场，你甲看看，伫即个疫情了后，先做个道场，其实即马拢做甲利益啦个。但咱圣人宫一直成长起，为什么？因为咱有道统、有天命，正我都安尼做甲今仔日，甚至过一直开放出来。
是不是？今天这天命若无真，你甲想，有法度在这逆境当中成长得真好无？有可能无？因咱的成长需要众生的认同啊！各位要注意一句话啊！今天圣灵宫人愈来愈多，就是表示咱的这个三宝净土有真人的认同啊！过来，大家直接有见证，所以信心有坚定啊！所以你甲看，咱不但咱开放对中华其实，你看咱当初开放中华时，咱这嘛依足侪人伫台中啊，这个苗栗、南投，甚至中华有诶坐车去咧咱邦桥，你看依足侪人落去。你看咱这嘛是有关个人规定，为什么？因为虽然有旧个去中华，但是嘛有新个个一直入来，是不是？各位道亲，你有发觉到咱邦桥道场，是跟咱即马所有道场拢同款啦。其实我们的道场的流动力甲北京工地比起很低，很低，各位唔要注意到，非常的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唔敢，恁会唔敢未？会未？恁若真正有当时啊，讲刺激就想要买来，会唔敢无？所以，师弟这要甲各位讲，圣灵宫的制度若是有好，三宝若有真，有当时啊，人甲人中间去突破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让修忍辱让他过关，因为迄个动作是咧修行，因为迄是信徒甲信徒无代表宫的，是毋是啊？那么咱讲的是一个这种制度的物件，就算咱的管理人员在管理上可能有当时啊过度，或者是啊有时候可能是不周，那你们也可以透过例会再研究啊，对不对？那圣灵宫这么公开、公正，在创造一个共修的环境，你说好不好？非常好，你看你去北京道场，你看我都像咱安尼无？你看咱遮，咱一贯道道亲来，咱遮规了讲，咱的管理比一贯道较好。一贯道就是个靠听听就散会啊，是不是啊？你像咱遮，我直接做行销领了，我甲讲一贯道若像咱这种道场，互伊管理一个月伊就倒啊，因为伊袂晓管理，我敢还保证，是不是啊？一贯道就是亲像咱即马呢，直接听课听听，等下就散会再见啦。哇，这等下无半人啊，是不是啊？你若要去参加过，是不是安尼？对不？除非你办法会的时候，大家正伫遐聚聚较固定，是不是？要若像咱直接规工，阁有办事，阁有领销，阁有领料咧处理，阁有一寡灵界爱处理，你看因有咋处理无？有咋处理无？无在处理就乱呢，是不是？啊乱呢，这道场要哪会成长？所以咱这种道场无好经营，各位要注意。你要看外口灵山道场是安怎拢做袂起来，拢一个比一个较大，是不是啊？所以各位道亲，既然圣灵宫是一个有莲花世界的一个道场，就算咱今仔有带天命、有带使命，你看像妙莲。像因只要带书名、带提名，佫较戆嘛，要踮圣灵宫做伙做较快活。甚物人要佮家己出去舞？舞你敢？即摆要开一间宫，毋是亲像较早呢？你要去共租厝，若讲定讲实际你租一间厝要怎？啊，阮某娘讲叫我来遮开宫，人一个就佮你讲 no 啊，是毋是啊？啊，你若厝共租咧，则偷偷开宫，看到人就佮你赶，是毋是啊？啊，逐项还靠家己买的时阵，怎啊开工较简单吗？敢较简单？有较简单啊，无较简单？你看恁屏东上熟就好啊啦。迄间敢若买300万，买到400万，挂税金挂总计费用到像400万啦，挂装潢有啊无？金砖开开才500-600，是毋是？啊，中华迄间挂装潢挂用啊靠才1500啦。开真宫啊，较简单，较简单。啊，若台南的经怎啊用较好嘛，才1000外。啊，若邦桥即间是十几年、二十年前用啦，即摆用可能嘛1000外。啊，即间厝都1000外，是毋是？啊，你看开道场敢有较简单？安尼，咱有一个好道场，咱也袂甲人强盘就好。咱那很戆，
你要跟人共伴的话，是要家己舞一团。啊，你舞一团，你无一定做会好哦，各位注意。你做袂好，你搁伫遐担业哦。你看咱即马只偌济开工来我处理，做袂好，你搁伫遐担业哦。唔是开工，你着保证你咧做善事。你看遐偌济人做无好出代志，是毋是？你哪里你要选择啥？所以共办共修是一个上好的因缘，但是问题你要找到一个我都让你共办共修的道场，你规模要有够。圣人讲今天来跟他帮桥啊，我跟他彭玉珍和妙莲跟妙珍坐咧，都根本无人我啷个办啊？都够他让恁家人其他人办咯、啊，是不是啊？都卖讲到个彭玉珍去，跟他妙莲跟妙珍在遮，跟我轮流办，一人办一工都差不多无人他办，哪有他个轮到别人去？今天是安怎？咱一只圣母人员，我都一直背起来。就是因咱开放成功，对吧？咱开放成功，所以咱的人才有法度安怎往外扩散。灵修灵了，咱嘛一直培养起来。就算你年纪较侪，也是讲你这唔免带个办事的，就是灵爱做工课。你看咱这灵修灵了工课，嘛拢训练甲真好。训练有公平无？有。有啦，只要你用心，咪拢真公平。你放心，袂无公平。袂，那会无公平，就是你来了袂教的。那会教的，咱拢训练到真公平。啊，你莫你迄一个月来一抓，甲人迄逐礼拜来，那讲哎，迄个庙堂，啊，我来已经半年，啊，迄个师姐来三个月呢，即卖当雷灵了，我那袂当。你半年来，你一个月来一挂，半年都要来六抓，对无？人逐礼拜拢来一抓，一个月来四抓，来三个月几抓？十二抓，安尼上较久，上较侪抓。那有功夫，人加学你六工啊！啊，这零了零本来若知，若加六工本来就差不多啊，是毋是啊？所以袂使比你来偌久啦，啊，比你来偌来了有勤无？太好勤，是毋是啊？啊，咱若因为事业上都无多，甲人安尼时间遐接来。啊，咱都唔通甲人计较，爱随缘呐，敢唔是安尼？道场有当然啦，有咧甲恁培养个机会，时阵咱都爱随缘，因咱嘛需要趁食。师父讲有合理无？所以呢，都有这因缘，都话咱唔通甲人计较，我唔通甲人计较。所以师父咧讲，这个平台有公平无？有公平啊无？所以真侪物件，真侪过程。嘛是爱咱个人去配合，道场咧培养人才，当然嘛是会以什么以第一稳定、稳定为优先。为什么？因为知影你这个人来会教嘛。尤其你若要做个第一级干部去，你绝对来会教，我才敢让你做一级干部嘛，对不？你若来未教，直接我让你做组员就算做好个。为什么？因为至少有机会让你直接做嘛。啊！要叫你做管理一级干部，我来叫你一个月来一抓，两个月来一抓，这样都定乎你管念要得倒啊，是不是？嘛未发挥啊，对不？所以讲来听好无？啊，所以有当时你，有当时不是你无优秀啊，大部分是道场的考虑，是因为你的时间性，无法度符合道场要爱的条件。是毋是？所以师父听讲，师父这波的改革，有个人真侪拢对我十几年啊，像师尊嘛对我很侪年，师尊敢无乖嘛真乖啊。但是伊现在副工作也师父换落，因咱圣人宫的管理即卖已经愈来愈优化去啊，有真侪物件伊的年纪有当时嘛较无来应付，是毋是？师尊有影无？佮伊的身体嘛较无法度啊。对不？啊，无伊嘛，逐礼拜来呢，甚至有当时一礼拜来两工呢，三工拢招来呢，是毋是？迄若较北京工地啊，工资爱换伊做来了，是毋是啊？对不？是毋是？啊，但是咱考虑的都毋是安尼，咱考虑第一就是你来食，第二就啊个你安怎，你的领导能力也是领导条件嘛要高下去，啊，了解无？因为咱即马看网络来个人客，即马知识领域拢愈来愈广了，甚至社会层次嘛愈来愈广了，社会阶层嘛愈来愈广了。你看咱即马遮真侪公务人员、企业家、生理人去嘛，社会层次嘛愈来愈广。所以就刚才苏伟刚讲诶，
叫一个做工仔咧管董事长，叫一个幼稚园咧管大学生，你认为安尼有合无？蔡壁成，你看敢有合？无合，是毋是？是安怎讲无合？因为你讲出来话水准不够，让这些人家在社会层次有够水准的人听起，感觉你新南江的管理人员水准太安尼呢，对吧？对，是毋是？好，啊，即马讲叫国校管大，管大学生。你看咱遮足侪旧的道歉拢是安怎？较早拢是破病啦，结卡音来我处理的，拢毋是为了救倒来的。所以因即、這个因即阵人大部分较无即个啥物修道的观念。就算书即马网络作红的，因嘛无一定定定咧看，是毋是啊？啊，反而咱即马遮新的大拢看网络来，若讲到道比因较厉害，是毋是啊？对吧？安尼师傅要叫谁做？当然是爱叫这杨讲的做啊！啊，杨讲烦恼是啥呢？是后壁看师傅的网络个这心，对吧？啊，你看师傅这套改革有困难了无？有啊，那无困难，拢对我十几年，这车袂好，有当时啊，人会甲咱怨叹呢，是毋是？会讲师傅你安尼较早关桥有诶时阵，阮就开掉啊。台南嘛开着，屏东嘛开着，着彰化嘛开着，啊，即摆安那，甲阮利用完来，要甲阮安那客户安尼，敢是安尼？毋是啦，师傅看的是未来，因为恁所开嘛拢咧道场，毋是师傅摕去用，恁的广告拢无变，但是师傅是看着未来，非不得已把这个道场提升起来安尼尔，毋是否认恁的功德啊，可以了解无？反而你这个心若放下下。会当让师父去改革烦恼，你功德更大。为什么？因为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不是啊？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摕来，让咱圣灵宫会当安尼阁行出去，行较大步出去，在领导阶层会当较优化咧。你看这好啊歹？好，一定是好的，不是歹。所以说，师父这届从我道场咧捡干部，我着慎重。但是这个台南、彰化、屏东所有的一挂旧的干部，几乎副共主以上的，只有三间道场全部拢我换掉去。这是一个大工程呢，是不是大工程？是啊，不是？啊，这甲师傅拢足有交配、足有交情的人，思想转吼。对啦。是啦。但是你甲看即卖台南道场、屏东道场、甲咱板桥道场，你看愈来愈稳定，愈来愈稳定。尤其是你若看到屏东道场，你看这半年来成长非常的强，非常的稳定，对吧？咱板桥这几阵啊，人嘛愈来愈侪，虽然伊一挂人对彰化个嘛愈来愈侪，啊，咱彰化道场输，即个你扣干部就消失嘛。遐当然嘛，有一挂人伫帮台南道场，也是对我落去。但就是伫咱遮落去，大部分是拢看网络的啦。啊，较早伫彰化、伫台南遐嘛拢看网络入去，是毋是？所以我伫捡干部咯，较注意。遐唯一毋是看网络入去，就敢若一个尔，咧做我司机的张伟煌尔，是毋是？但是即摆司的司机嘛无啊，伊嘛无甲我做，即摆我家己用。是不是？各位道亲，你也看，书伫咧培养人嘛是会看咧。看这个道场，你有法度看，无法度看。无法度看，先书咧换人啊，先是毫不犹豫。为什么？因为为着道场往前进，袂使搁伫咧扭扭捏捏，是不是？因为书知影这个净土真啊，知影这个咱圣人经典面的。你的净土，这个世界一莲花一世界，这个世界里底真真实实的。师知这个物件，如果咱也无甲管理好，那安尼，互人安尼直接加滚去，你看偌可惜。师的努力、甲修行、甲真济考验，才得到这个净土甲使命。师就算是从缘而来，是嘛？经过足济磨练才成就，是不是啊？这真不容易来得到老母的肯定，过来甲咱师这个三宝。哦，咱这类圣人宫，这类圣人，伫咧弥勒净土，这类圣人啊，大放光芒，
为什么师父讲大放光芒？因为你看咱正开放已经四间道场，咱的人数足侪。那一般外口灵山道场要跟咱比，甚至师父敢讲大庙，迄去拜拜迄卖神，真正呐，伊大庙真正咧大地修的要跟咱比，搞不好人数输人。可以相信吗？啊，那去拜拜迄卖讲，拜拜迄不一定是你的人客，有爱听无？对，你看咱台中，甲咱有咧交杯空空灯，委员才八十个，咱干一间就比伊较济啊，是毋是？咱干那一间就比伊较济啊，咱用屏东迄间上细间啊，甲伊比就比伊较济啊，是毋是？啊，不要去遐大间啦，是毋是啊？对吧？安尼像大阿济人，啊，新人讲这里莲花，敢会因为咱比？用比人庙较细间，比人较细类，袂啊！啊，因遐阁无一定有天命，爱注意。虽然是庙起遐大间，无一定有天命，因为因无咧传道啊，因无咧传道啊，是毋是啊？无咧传道，伊无一定有天命。啊，你若讲师啊，无咧无天命，哪会庙起遐大间？恁敢无看到印光庙啊庙起做大间诶？有无？恁敢无看到土地公庙啊庙起做大间诶？土地公有伫倒啊无？土地公是无得到哈，各位要注意哈，是不是啊？对不？你看王爷庙起遐大间啊，有坐啊无啊？王爷有得到啊无啊？王爷是去天神呀，哦，嘛是无得到啊，是不是啊？啊，迄庙敢无大间？所以，毋是庙大间就代表有天命，要注意。真正有咧传道，反而是咱这种小道场正有咧传道。你看真足侪庙起个，无咧传道，无咧传道啊！你看咱只开去，还三圣祖伫乡村的时阵，还佫有咧胡乱传道，真啊无咧传啊！是毋？各间各道院，较早五院拢有咧传道，即摆无啊，逐间拢是安那咧赶经忏呢？是毋是啊？安尼有咧传道啊无？无咧传啊！对吧？啊，所以迄种诶，你去对遐收，你要去收去对。恁来圣人宫收，恁知影要收去对未？所以恁知影为虾米恁来圣人宫爱皈依无？为虾米？因恁要皈依了后时，恁直接标明挂号，才有法度甲你挂去龙华圣会圣人宫邦桥道场迄类莲花世界，对吧？迄就是一贯都讲的，安怎？三观九条安怎？要入这个无极里天，要对三宝合同啊，是不是啊？要对三宝合同，简单讲就是讲，因为一贯都无咧说法好，所以伊要对三宝合同。但是恁遮唔免对三宝合同，就是对要对性好无？哎呀面，哎。因为恁直接圣人宫邦桥道场，你去妙心、妙仙、妙巧去，这个人还够一只哦，有，是不是？你莫离开十年死后要去，去未成，因为你得不叫你天天得摆去用烧掉去，是不是啊？这个咱过去家亲是直接见了，听印证是属实的，是不是？上天给渡掉去。啊、所以你莫离开圣人宫十几年，你阁认为你活落去啦？你真正爱注意啊！伊咱老母规定是四个月就爱无去啊。你是刻意退转迄种的，四个月就爱无去啊。啊，对咱圣人宫内底是印证，这是属实的。啊，那为个有代志请假，还不至于。所以各位你注意着。你看咱这位的道亲，确实迄位的那在咧筛选，迄你甲看，迄真正出去了，迄灵拢阁走倒落，灵拢阁走倒落，是毋是？我走倒落好啊歹，灵若走倒落，我甲你讲了，表示你天父院中去用挂号中灵，你要注意这个，这个就是事实。迄个灵正走倒落，表示你表面挂号去用毒灵去，去用毒灵去。啊，多面去，迄灵才阁走倒落。另外，咱嘉兴师姐尾也阁定班，
顶班了，伊才阁好去，啊，进人阁好好，对啊，迄感情另外阁好好，是毋是啊？啊，迄有奇迹无？啊，人伊后来怎啊？若无要来，拢都拢会请假，嘛拢会讲一下，要去倒嘛拢会讲一下，时间较长，是毋是？即个叫做合规理解嘛，是毋是？啊，你若家己结结外外，即个表示你的心无在嘛。你心无在，即个表示你退转嘛。啊，你退转，即毋是讲你无来无甲在，对人讲人就毋知，上天比咱较清楚啊，是毋是啊？你完全即阵逐工伫遐吵，对？伫弥勒佛院内底时阵，拢家遐互我想讲，嗯，妙仙最近较早一个月寄一千，即摆奈无寄来，对？伊就来查，就派迄个仙童来咱圣灵宫查，对？来查咱遮问圣灵宫四大护法，迄个妙仙最近伊冤亲债主咧讨拢讨无，啊，即摆是啥物情形啊？来查，嗯，这个人已经几个月无来啊，拄有命啊。安尼登去伊用拄有命未？神童来登去报就拄有命啊，啊，拄有命迄条冤亲债主就走个倒落来，是毋是啊？恁即个妙仙即摆已经去换师傅啊。所以你要去找伊，吼、哦，换厝买新厝啊啦，啊，毋知买着好啊歹，毋知啦，啊，着看你的福报，是毋是？讲安尼听有无？人嫌即间厝伤旧，换要去买新厝啊，啊，毋知换，毋知买着好啊歹，毋知啦，啊，你要去找看卖啊咧。听我意思吼、哦，所以你毋好换着破厝呢，啊。还是去换到迄无号码的厝呢？啊，你去换到无号码的厝，你真正找无咯？啊，注意无，这小心啊免。从今是去换到迄无号码的厝，无得找，你听无？啊，若换到迄，你就忝啊，迄就忝啊。什么叫做无号码的厝？换到迄种无道统、无净土、无天命的道场，叫做换到无号码的厝。还是小心啊免。真正要小心啦，要小心。所以咱今日课程讲到这，予大家掌握。为什么咱来圣灵宫爱皈依？今麦大家搁较清楚无？所以你不要小看皈依的重要性。另外，人家佛教徒去总台皈依了，搁去佛光山，人就是要定皈依；人去正言法师，也就是要定皈依。只要我若相信你，我就是要定皈依啊！因为因什么？因为佛教徒拢有咧教育，拢知影你爱皈依法师，所以佛教真。重视供养师这个礼数，就是伊这个天命是师带来，唔是神明带来。所以你看佛教拢真注重这供养师父，唔敢诽谤师父。为什么？伊拢知影诽谤导师，就算你个人伫遮行，你会用拍去咩什么？观察名单，这是事实咯。目光老作将检察院，这是事实咯。这恁可能真侪人唔知啊，木工老祖咧无叫你听将监察院哦，监察啥物？监察只三心两意的道亲哦，无过先第一下就拍掉啊。所以人讲要见无灵，啊，经木工就是安尼来的。你知影？木工迄关无过关，你免想要入龙华圣会。你知影？啊，只有监察院啊无？有啊无？有啊。啊，再咱这里。中华民国的五院，其实迄是过去一贯都改设出来，所以青天白日满地红，青就是等下青阳啊，满地红就是红阳啊，白日就白阳啊。其实中华民国迄就是青阳、红阳、白阳起来，所以伊才有建五院啊。其中一个是叫做监察院，非常清楚的。迄是以道统建立的呢。不要小看这个呢，较早甲孙中山计用这些东西过去，什么？哦，因拢讲啊，做白莲教啦。实际上，较早开始国民党是以白莲教起家，哦，就是反清复明。白莲教是什么人拜无敬老庙的？是不是啊？这有一个由来，这有一个由来，啊，就是即卖一贯道啊。哦，就是即卖一贯道，各位清楚无？安尼。啊，各位，啊，你看这道有真啊无啊？有
这道有当时啊，伫治世时，拢用这道统伫咧治世，甲天顶迄套摕来人间用呢，你敢知影？对吧？所以这有熟悉无？有，是不是啊？啊，不然讲一发三万珠开五方，要开五方，啊，要让五高圣人开五方，唔只啊叫迄五星级的体系。是不是啊？啊，这有当时嘛是天意啊，嘛是天意啊，是不是啊？那卖姜五庙都无有升起的，是不是啊？都不会有升起天意啊，这嘛是顺天意啊，这是天意吧？所以人顶未过天啊，人顶未过天啊未？这呢要考察历史吼，真侪拢是巧合，啊是巧合无？有当时你若对道有研究的人，真正毋是巧合，毋是巧合，可以了解哦。所以人拢定，老母拢甲因讲哦，万事爱顺天意啦，莫争啦，争无啊，是你的就你的，毋是你的，毋是你争啦就你的啊，爱了解哦。这拢爱有天命啊，爱有天命啊，讲得清楚。好，今日时间跟咱讲到这，来，大家请合掌。